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小杨哥，今天接着逛股市啊，今天天气特别热，走。咱来到这边哈，再看这孙红雷，我咋越看越不喜欢？还有好多粉丝跟我说要看那个牛头梗，我个人感觉这个牛头梗咋长得不咬人吧？哟，子弹头啊，他的那个发型，那个头型是子弹头啊，是弧形的哈、啊。你看，从侧面看是弧形的哈、啊，弧形的哈、啊。这些都是公的哈、啊，都是公的。别问价格了，咱去。哟，这边有一个卡斯罗，这卡斯罗不错啊，不是说不错啊，只能说是纯种，还可以。这边是小的卡斯罗，这也是卡斯罗呗？这啥价？啊，这个1300，哎呦，美金耳朵，去去去，还有好带的呗，还有好带的呗，牵挂耳朵的有呗，搁那边的，哦，我看看，我的天哪，写着死了包赔，厉害了，这谁的呀？谁的呀？哦，这老板呢？啥价啊？啥价？1500。死了保赔呗是？对。发哪哈都死了保赔呗。发到哪里死了都保赔。一秒打几针了？3针了。1500。啊。公。哎，又是公。我娘嘞，又是公。又是公，全是公了。哎呦，1500。嗯、打几针一秒？3针。3针了。啊。那么小都3针了吗？啊，2.5个月了。最少多少钱？是啊，1000，再少点，少了不卖。哎呦，哪那么贵的这卡斯罗，还那么小，我都怀疑打三针了呗。尾巴剪了，耳朵是才剪的吧？耳朵是刚剪过的啊，还没拆线呢。再给我付个最后一口价。一口价啊，1000。再少点，少了不能卖。啊，少了不能卖。你看我这大狗，他父亲搁那边了。父亲长得一般化，不是太好。我感觉挺好。你那是你的狗哟，你看人家的狗肯定好。让我一个外人来看你那个卡斯罗，也就一般化的卡斯罗。哎，我给你一口价行吗？我也不给你下文了，700块钱行吗？啊，不行。行了，我看可以吧。8块钱不行。啊，不行。那你把最低啥价？最低啊，900，我拿不了，少了不卖，九百我真拿不了，少了不卖，你看我这呗，我死了保赔，哎呦，这个咋着了？我要大红钱呢，这个能来吧呀？你这股，你看，瘦越健康，不是，你舍得喂它的肉之类的，你看瘦了，我真不大敢买了，买福德爆米面啊。天天就吃麦麸的苞米面，这随便给他吃，随便给他吃，你还给他买点肉吃，买肉没有钱，700块钱行吗？700块钱拿一个，不行啊，不行，养多少天死了保赔啊？养多少天死了保赔啊？养多少天？一个月，一个月啊，你能说到做到呗？肯定说到做到，要不然我写张牌子干啥呢？你这一窝生几条？啊，狗娃娃，哎呦。长大了就胖了，尴尬期，多让他吃点肉，你看吃饱骨头了。700块钱卖呗？不卖。你要的900，我也拿不走呀。900最低价，900最低价，是纯种的啊，就是稍微瘦一点，完、啊、这个壮一点的。这个这算里面头版算是最大的一个了，我该走了，800块钱能拿一条不？800块钱拿一条行吗？那两个谁的你的？啊，本来大哥替我说话，800块钱要拿一条吧。他卖过1000的，他卖1000的，800块钱要啊？拿不走。800块钱拿不走了。最低900块钱。
哎呦，这卡斯罗，行行，那随便挑啊，死了包赔。行行，我录得下来哈，你说到做到，能找到你了。行，那我那一条，我考虑考虑那一条。行，咱今天先到这里吧。看看还有啥锅，还有小斑点，关注一下小杨哥哈。一条卡斯罗砍到最低900，我估计850-900也能拿哈。关注一下小杨哥，你没见过卡斯罗这么低的价格吗？